今天接到成品表演厅的战帖，要来挑战一日咖啡师。Go！我先把水加热，先称20.5克的粉，倒进去，对，慢慢抽出来，然后拿下来拍一点，打理好。就全部哦，全部先全部扫下去，我们再舀过去。这个要把它拍平。这只豆子的话，使用89度，然后从中心点注水。你先专注看着。40。对。拌一下，让上面跟下面咖啡是融合在一起。哦，这样。好。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原来泡咖啡也跟古典音乐一样，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啊。最好一壶咖啡。